英国铁肺歌手艾黛尔以往给人丰腴外表的形象，在经过饮食控制后成功减重超过40公斤。近日他在 IG 上 po 出近期的照片，并在贴文内写下自由的30以庆祝33岁生日，其中他穿着黑红色拼接洋装，回眸伴随头发飘逸的画面被网友狂赞。有自信的艾黛尔美惨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而因为距离他上次发行专辑已经过了近6年的时间，有许多粉丝敲碗表示新专辑在哪，拜托你赶快释出新专辑，让粉丝们都相当着急又期待啊。